引起男团 Mira 继上个月推出团歌 Boss 之后，今日官方 IG 宣布，今个夏天七月同八月为镜粉带嚟每星期一首单曲，约定大家一齐辣着呢个夏天。消息一出，镜粉们都纷纷激动留言啦，表示十分之期待。在官方 IG 的这条短片里面提到有各位镜仔的剪影，还有些是双人剪影。至于哪个会出哪首单曲就要拭目以待了。